对，反正等像你这样勇者出现。不要辜负我的期待啊！不要让我失望，这样子。然后他变身了，但听起来有点怪怪。其实说实在，我历代的那个，还那个这个大头目卡农啊，他都有一定的意义存在。你不能说他真的是罪恶。很奇怪的一个怪物，它其实就是玄师傀儡一样的东西。用这个，网络上神人有多强啊？他直接针对那个尾巴打，晃来晃去，尾巴他一箭就射中了。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厉害。起来喽！就起来了，还有一个。哦，升上去了。你看，他马上恢复了。没弄到，超晃，不准上去！动！我一晃回来会收回来哦。我靠！是珠子啊，还没死了，只是这个阶段的。还好我刚才算准，刚刚那张珠子会跑出来。他这个形态蛮好笑。要看影子，我都忘了，这边有镜子，看到没有？跟镜子一样。这边。
我发了，可恶！我来不及。 狙击那三只，我不理那三只了，来不及。 可以打他头，让他变慢，但也可以直接用算准方法。没了，哦，没有魔力了。 魔力不够啊，给我魔力！哇，凶！没中！啊！ 都是海星。
有被打到头，慢一点，没办法，用隔离秒秒，太快了，没办法，最多只能打地板上这些小喽啰。 我都没有魔力了，一定要用手打。 终于打死，真的很喘。 不错哦，这样才是传那个十字勇者的转身。时机已经到了，来吧，上来，呵呵，嚣张。
还没打完嘞，他刚刚根本就只是用巡视傀儡在我跟我们玩而已。掉了一大堆血。好吧，没办法，上去吧。啊，如果这个的话，你现在可以能玩这个这样荡荡。慢慢荡。蛮麻烦的，荡过去拿东西用的、啊。超强的，你看，他只用双手而已，他脚完全没有夹，超强的臂力。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可以跟他一样，这么高的地方双手就好了，太神了。哦吼，很多瓶子。嗯吗？这边的话就可以回到一开始的地方。差点，差一点。这样子就不用担心没有血了。最终决战了，打完收工。说，我的王国就在这个沙漠之中。白日的话，接受那个灼热的风。如果是晚上的时候，月亮。接受那个荒凉。风带着死过，会带着死。可是啊，海拉尔大地所吹的风，是带了。
除了屎之外，别的东西。他说：“我可能很想要这个风。我不会说是因果。”对，他就一直睡啊，没办法，他睡也蛮重要的啊，公主都是要沉睡吗？在这边，又再一次的文章的持有者又再聚集在一起，好嘞，什么意思？需要翻译一下。对啊，坏人一直都很帅啊。他现在就是要他的那个勇，林克手上的那个勇气文章跟，生产甲，林生产甲跟那个萨达的智慧生产甲。哇哦，差点就爆头了。根本就大人打小孩。他说放心，我不会杀了你，我只会借你的身体用。来吧，我的缘，姻缘啊，姻缘吗？反正缘分的意思，就在这边结束吧。那什么脸？发光了，发光了！有点像巧克力耶，我一定饿了。神啊，听从我的愿望。然后让那个海拉尔这整个城是他的。啊哈，圣三角就是他能够完成，被完成就是平常许愿一样，可以达成那个所碰触者的愿望。你是这样说吧，卡隆多洛普。哦，好帅哦，国王好帅。来不及了，人他就瞬间移动团魔，他什么时候出现的我都不知道。销声匿迹，他突然就蹦出来了，刚刚我们白打了。他根本就是啊，旁边等着哦啊，林克打赢了，他终于拿出来了，冲过去，然后摸这样，好像在玩那个什么，我们小时候在玩那个鬼抓人，被发现的人要快去摸什么根据点。
他说海拉，那个什么，正三角哦，我的实现有愿望吧，不然就是。让未来给这些孩子们希望，给他们未来啊，然后消去过去的海拉尔，给这些孩子们光明的未来。卡农一整个石化，啊，what the fuck， 这就是道雷啊！这下我们的姻缘都结束了，因果你想想，卡隆多鲁忽悠，就跟着海拉尔一起沉默吧，还在定格，他定格到什么时候？什么？难道他是计划好的？笑死人了！你们给你们未来，那时候笑什么？那个老头。他说：“林克，对不起，我睡着了，睡过头，你不给，还是故意的啦，开玩笑的。”我杀了他西顿。把这件事情赶快解决吧，回去我们的大海里。好吧，就让你看看，见识见识你们的未来跟希望到底有多少程度。要有海那个什么圣三角的价值啊！萨达就会帮我们，他就会旁边支援我们。当然他很强哦。今天在。现在好像看不到血条了，还是把那面具拿掉。然后，喝吧。攻击两倍，然后防御力增加。掉钱掉钱的。小屁。我被攻击的时候会撩钱。完全用到了。哦，他冲过去打他了，打女人不是男人，可恶！
要等等萨达醒。这个时候演奏，世界都停止了，吹风了，好像很帅气，没什么意义。刚刚有一瞬间，中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哇，背后也挡得住，好帅！走，没中，哎，打不到。一定要让他不能动。嗯，怪怪的。让他不能动。终于他讲了，ここらで止め。他挺聪明的，他说这样子没办法，到他直接狙击他的盾牌，用折射的。我说：“嚯嚯，风开始吹了。”封印，就会没死的。啊，那把剑好可惜哦！啊哈，孩子，我的孩子们，听着。对于过去的后很后悔，一直望向着过去，活着的人，想要再一次的重新再来过，每天都这样想，是我被这个海拉尔之地一直束缚。所以卡农跟他是一样，就跟我是一样的。可是呢，我是想要你们想要让你们继续往前活着这样。就是想要他们继续往前走啦。
再见了。我还在停工了，是不是？他说，这蛮感伤的。他是说，的确，如果以真实来讲的话，真的是蛮感伤。他说，就在当然抱歉说，你们必须。就是活在大人所留下来的这种世界，就跟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的过去就是以前的大人所留下来的，请原谅我，哭哭。那个，我们就一起找就可以啦，一起寻找。对啊，我们有船啊，一定可以找得到。可以再次成为海拉尔的大帝，所以对啊，没错，可是那已经不是海拉尔，是你们的国。我要那把剑，好是啊，剑在旁边，剑就在旁边的剑啊！我要那把剑啊！我放出了种子。妹妹，他又变黑肉了。对啊对啊，你也发现变黑肉了，哈哈。啊，贤者们都回来了。其实现在全破了啦，现在破了。应该这样讲，如果不知道萨尔达系列，或是觉得它就是一个。是一个像这样传说中的这样的游戏，因为它毕竟它的名字叫萨尔达传说，所以它的故事一定是用传说来叙述，包括前头跟后面也一样，所以它在结局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有结局又没结局的感觉，其实它是故意这样设计的，因为这个是个传说，所以它一定会有接下去，所以它的接下去呢一定会游戏公司一定会开发出来，但什么时候开发出来不一定，但是因为这款游戏已经很旧。只是 HD 高画质化而已，所以它后面的故事呢，连续下去叫做《梦幻沙漏》，就是他讲他们后来的子孙们的故事，也就是他们找到大陆，真的找到大陆，
也就是说是那个圣三角呢给他们的大陆，可以这样，给我理解可以这样解释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个大地上面生活，但是魔王就不是卡农，好像就消失了，开始变成别的东西，你这是一个邪恶的魔法师吧，而且剑也不一样了，那把剑，我刚刚插在那边那把剑是海拉尔的标志嘛，所以后来的剑不是那把剑，但是我记得当时玩的时候过程是去创造那把剑出来新的，所以要用一些材料把它要做出来，成为一把新的破魔剑，所以而且它是以，因为毕竟这个系列是从十只勇者开始，十只勇者转身变成风之勇者，那后来再变成十只勇者，比如说他，但这个勇者是可以控制，也是像控制时间的、啊，但是跟他的控制时间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他那把剑上面是一个沙漏的样子，还蛮有趣的哦。他那把剑的中间是一个沙漏，我印象大概就是这样。但是他那个他是使用，他虽然说坐在是NDS 上面，可他坐 NDS 上面非常的。就是它趣味性，我觉得比风，就是这个风之指挥棒还要有趣。它的很多的小玩法，还有一些解谜啊，因为它毕竟用触碰，那个当时用触碰屏幕嘛，玩法很独特。像盖屏幕盖子可以拓印啊，或者是对屏幕对那个麦克风吹气可以把沙子吹掉啊，或是对一些有些敌人藏在沙子里面的时候可以把它吹掉啊。等等之类的，或是怕声音的敌人，你在对麦克风出声啊，怪物会捂住耳朵，那你就可以打他了，等等之类的。就他会利用他的那个机器来做游戏，这就是任天堂厉害的地方。那这款游戏其实并没有完全用到那个 Wii U 的系统，因为毕竟他这个是以前旧的东西去翻新的，像。Wii 上面就有一个专为那个 Wii 设计的《萨达传说》，就是整个系列的源头，就是那个天空之剑，那玩法就很特别，就是你拿着那个遥控器啊，你怎么翻转怎么砍，它就会直接依照你的砍的动作，会画出那个轨迹，就对了。那故事也是讲得非常好。我觉得有机会的话，当然是也可以实况一下。不过终于经过这么漫长的实况，大概几天了，加今天就第九天。虽然说每一次实况大概二到三个小时，所以九也差不多快要一天一整个24小时。差不多啦，反正就差不多一天多了，中间还有跳过浪过的时间。不过这真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啊。那之后，是那个梦幻沙漏嘛，然后之后再来是大地气。那时候就是又讲到更久之后是什么，整个大陆都有铁路啦，所以才会有火车。还不错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作品，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是还蛮长系列的，有机会各位可以自己试下去玩玩其他前面的作品，是非常好的。3DA 上面有出十只底的 3D 版，那画面真的是棒，就是大家是非常感动的地方在那。刚好播完了。OK， 这是后篇的。
OK， 那今天就是萨尔达传说风之指挥棒系列呢，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它这边会有二周目，就第二轮就对了。第二轮的话，左上的左边上面那边会有一个，这个圣三角的图案。当然第二轮会增加很多东西啊，像一开始穿的服装就不是绿色的衣服了，就是叫做国王的新衣，真的哦，就是奶奶会给你一个透明的衣服，然后穿下去，就是没有变化，就是穿的像现在图面上面那个他那个岛上面的衣服，就这样过关，这是其中一个啊，还有一些小东西。OK， 那今天就使用到这边啦，晚安喽，各位。